小康，你平常有在认真保养吗？我其实有，但是因为我这个其实我的斑是因为之前年轻的时候常出外景，然后因为我很懒得防晒，结果这个斑点从30岁之后就发现它越来越严重。黑色素沉淀。对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听听看，听听看，很荒谬哦。就是你把它晒得比黑色素还更黑。女生没有这个胆子吧？我晒过，我有一次就把自己放在那个助晒旁边，游泳池旁边就这样晒，想说这样子我会不会雀斑就看不到？不可能，结果我晒起来之后，雀斑变超级黑，变更深。认为我这是荒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问你一个，你这一生你有看过黑人有黑斑的吗？那是因为他们是黑人吧？全身都是黑色素啊。可是黑斑的原因就是因为黑色素不均，然后它才会跑出来。你喜欢躺这吗？是吧？老师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黑人也有斑哦。对，其实黑人也有斑，只是我们比较黑人的斑比较大片。对，全身都是，他九条好汉在一般呢。来来来来，那我教大家，其实因为每个人都很在意，想要有这个美白的感觉。对对对。那你就晒完太阳的第一时刻，比如说你上车，你就拿出保湿喷雾，闭上眼睛，你先疯狂的喷。你为什么要疯狂的喷？是因为你要先降低你皮肤的温度。你这样还不够疯狂哦。不够疯狂哦。这个是保湿水。你这样不够疯狂。第一个，你要先让你的肌肤温度下降，因为你肌肤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斑点的问题，是因为你的皮肤一直呈现高温的状态。哦。所以你要先降温。降温。第一个是先降温。降温。降温。再来呢？比如说你可能最在意的，比如两颊斑点的问题，你不用那么多，你就拿面纸就好了。好，面纸。面纸要干嘛？哎呦，对，贴上去，贴在脸上，就直接把它变成像美白面膜，保湿面膜。真的，不用化妆棉吗？我不用淡斑，我是做保湿吗？哦，这让你 cool down。哦。有化妆的时候也可以用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要面纸哦，不可以卫生纸哦。要会有屑屑，卫生纸因为卫生纸会有屑屑，对，是。所以你就是让它贴，像是会有马上湿敷的感觉啊。对，这个我们在一些僵尸片里面都看到。贴不皱啦，不一样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只是随便敷一下下而已。你看他的皮肤的这个水度就出来，真的有。你看那个水度出来，如果你是刚晒完太阳，你一降温，你就比较不会让你有长斑的问题。哦，了解。但是已经出来怎么办？老师就没。已经出来你就要擦保养品，但是我还是要讲哦，我这人是最诚实的。美白保养品对你的斑点是有限的，对，它顶多淡化，它不会不见。那有没有另外一种逻辑，就是你把你原来有的斑点，把它变成一种特色展现出来哦，雀斑有啊，雀斑的雀斑妆，雀斑妆优点呢，不要遮啊，师傅